是从什么样的灵感来设计出现在你身上这件 T 恤的图案？大家都知道 Johnny Walker 黑牌，它是这个 Whisky 中的经典，是。所以我用了这个在设计里面，我用了这个王者的象征，龙，来作为一个主视觉。然后在旁边呢，我加了一些刺青的图腾，来代表它的这个口味的无限延展，还有它的延伸，还有它的这个口味的丰富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anessa 吴先生。这一次呢，担任这个金牌珍藏的设计师啊，那在金牌珍藏当中，大家可以喝到一些不同的感受，比如说甘美蜂蜜，或者是沁甜杨梨，或者是奶油太妃，这样子非常不一样的口感。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去发想的？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蜂蜜嘛，所以我就是以这个为主，然后大家知道 Johnny Walker Gold， 所以我就一听到蜂蜜跟 Gold 就连接起来一个 Liquid Gold，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液体的黄金，液体的黄金，就因为它金色，然后又像蜂蜜这样子，就是可以流泻出来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在设计上呢，就好像是撒那个蜂蜜跟黄金在 T 恤上，然后会展现出来，所以上面你也可以看到有一点蜂巢，蜂巢，对。然后其实我一想到 Johnny Walker Gold Reserve 的时候，就是想到像庆祝，是，然后很舒服的一种感觉。在庆祝的时候，其实几乎都没有烦恼，没有任何的负面的事情啊，就是很享受。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脸在偏偏在这里是一个女生，然后就是很享受 enjoy Johnny Walker Gold Reserve。OK， 作为一个专业的设计者来讲，你是怎么样透过你的这样子的图像来把这样子的意念表达？所以我当初在品尝绿牌的时候，觉得绿牌喝起来的那个层次感非常的重。那在每个时间点你会感觉到不同的味道，但是在每个时间点跟时间点之间的那个过渡，它是非常的顺，非常调和的。所以我当初马上就想到一个概念，就是晕染跟渐层。所以在我的 T 恤上面是很多颜色，但是那个颜色之间的混合是非常的顺的，就像水彩画一样。 OK， 那你是喝了几杯以后开始有这样子的灵感浮现？我大概喝一杯就醉了吧。就喝一杯，然后就会感受到它的，比如说你吞下去第一口的味道，然后当它流过你喉咙的味道，进到你身体里面，然后口腔的余韵展现出来，这样如水彩画渐层的效果，我想也是我们设计训练，我想要传达给大家的。这次感想就是看到 Johnny Walker 这么用心，给所有的观众一个不一样的 Johnny Walker， 非常感动。因为这次除了其实喝起来那个味道那个感觉是很满足的一种瞬间，可是现在你看的整个画面上也符合他所藏的那种感觉味道出来了。That's why we're flavors king。 OK， 第一次跟 Johnny Walker 合作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当初有针对这个品牌的特性，或者是针对绿牌，然后你觉得在合作上有擦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火花吗？对，因为我平常工作主要是在视觉上面的设计。那其实 Johnny Walker 对我来讲，他是一个跟味觉有关的客户，所以把味觉就是喝了之后的那个感受转换成抽象的视觉这件事情，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新的经验，就我觉得就任何设计师来讲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合作方式。